昨天混的这个摩卡蛋奶油，玩到最后居然可以连续搭帐篷。有宝子让我挑战能不能连续搭十个泡泡，这多简单，小意思。好家伙，每次玩这个我的桌子都会遭殃。这个泥的质感也真是神奇，这样戳起来好像肉肉泥，但是又是很厚实的泡泡奶。来吧，开始挑战。